多少多那边啦，对，女孩都兴奋啦，啥哩个个。但你给他多那不送国立台东生活美协馆，多那是不要的美珍，伊拉过那啥我不按那来的那美丽在多那么多阿西，搭不起来过那里嘛是，我弟弟呢有几码有公公男啥，他说啊，他哎过发了嘴，一点呢他拉了啥，过啥哩个个阿美等伊嘞，说伊拉一点呢过那比他海浪男啥，多啥哩个个一点呢阿爸几码阿美公公，但一点呢阿美等伊嘞多那几码。不到多少个那文化部给你不送，到那台东生活美协馆，伊拉都过那台湾那来给你到那巴沙瓦里，马来西亚那来给你到那华东国民记忆库，十八段名站，乌萨乌布安那来给你到巩固，乌吉马那马都阿塞伊达皮瓦伊都过那里马苏尔，南吉亚都那沙发之家布拉森都是阿鲁米阿，伊拉都过那皮萨拉那拉都那拉吉安那阿塔亚啦。在大时代故事里面，每一个人的小故事，那是最真实。最真切的感受，那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就汇集成我们整个时代整个国家的一个精彩的故事。对呀，阿罗米阿伊拉古纳比台上南热，杜纳阿维杜古纳扎拜阿玛杜阿塞，阿帕基马杜尼拉皮西阿尤杜尔里。人家说为母则强啊，那我做爸爸的哈，为父也是更强啊。除了背小孩洗衣服之外，大姐姐带奶奶上学，所以这个早上的阳光相当的灿烂哦，那也觉得很幸福啊。有三个女生，所以精神上啊，一定要想着光明，而不要想到黄昏的黑暗。我的女儿今年20岁，我小女儿18岁，我觉得一路走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很像朋友，我们也会争吵。我觉得你们跟父母亲不要害怕碰撞，然后我觉得要给妈妈或者爸爸一个机会。不把读书跟着那几多钟爱听你阿爸罗啊，伊拉过那比台山，伊拉到那台东大学阿米地里来，但你听阿米等伊到那比巴公古，阿都过那巴基马龙那马多阿西，那你阿妈巴拉，我等你听阿米提莫古斯那马多阿西，阿你听听你阿罗，听你到那萨拉瓦镇，阿罗曼古萨里嘎嘎，但你听你阿米巴桑。Ami sa opo tu kungku nuna matu asai. Ami tengil tu kimah nangra. Nani ira ihukun napati naku anu mitatuk lorin. Cuhin kawizah itu suwala.